人见人爱的主题就是唇膏试色，我上一次那个12支唇膏之后，现在其实差不多过了半年了，离我拍那支视频，就陆陆续续的又买了很多唇膏，今天就想一起拿出来试色，不然我这个人就很容易把新买的东西一直留着，一直不去用，因为这次又有10几支，所以就不说废话，赶紧开始。我现在嘴上的这一支呢，是我前天刚刚在阿姆斯特丹买的。就我前天，反正我前两天去阿姆斯特丹玩，然后就见了一个微博上的美妆博主，我会把他的微博放在下面。他是住在阿姆斯特丹，然后他就领我去逛了药妆店。那阿姆斯特丹就有 Essence 还有 Catrice， 开价的品牌是法国没有的，就买了一支这个 Essence 的唇膏，这个是 Essence 的这个 Long Lasting， 对，06号。然后它的质地就它不是非常哑光，特别显色的那一种，但是它也不是那种很油润的质地，就是个很舒服，涂起来很轻薄的一种感觉。这个颜色我也觉得非常的日常，就平时上课或什么都可以涂。这一支是我这次要分享里面的唯一一支开价的。我现在比较少去买开价的唇部产品，就我觉得我那么多专柜都用不完，而且还有很多专柜的陆续在出，我都会想要去买，所以我现在专柜品，现在开价品牌出新品，我比较不太会去心动。好，那接下来说两支我上次在巴黎买的这个 Tom Ford 的唇膏。一支是这个小的 Lips and Boys 那个系列的89号 Ryan 和这个白管的02号 Temptation Wait。 那我先来试这一个89号 Ryan， 就这个涂出来呢，就其实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深了，它看起来是个很重的颜色，但涂出来其实没有那么重。我好怕把它撅断了，太细了。我不知道镜头上拍不拍得出来，它是带闪的，就是它是有一点金属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涂在嘴上还蛮明显，它其实是有闪的，但我不知道镜头上拍不拍得出来。这种带闪的呢，其实我觉得它还蛮挑这个唇部状况的。就如果你唇部状况不好，很干或起皮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会，就是会去强调你那个起皮，因为它那个闪的那些部分，它会卡在那个干皮上，它是一个比较挑唇部状况的。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来试这个白管的02号 Temptation Wait。然后这是我第一支这个 Tom Ford 白管，就我以前没买过。这支呢，看起来和刚才那只的颜色差不多，但其实它涂出来比那只要涂很多。这个我也是舍不得去涂它的正面，我觉得这个白管确实太好看了。好，我觉得在镜头上看起来感觉比实际要粉了一点点。我说过我涂这些感觉总是会稍微有点偏粉，但其实我肉眼看真的不粉的，我肉眼看真的是个土砖色，就是比砖红色还要再灰一点。然后它也是带细闪的，
就可以看手背试色，可以看出来比刚才那个 Ryan 明显的深一点，然后就稍微有一点发灰的这个颜色。他们两个的质地涂出来感觉差不多，但我觉得这只白管的就出去久了比较不拔干，但它也不是很滋润的那种，就它虽然不是哑光，但它也完全不是很滋润，只能说是比较 satin 之类的这种质地吧。但这两只其实相较之下，我好像更喜欢这只白。那之后剩下的所有都基本上是新的，就是我没有打开来用过的。我想首先说一个，就我只有买了一只的这个香奈儿，我觉得应该是新出的62号 Leap， 就是自由的意思。它是这个 Luminous Matte 这个系列，就我觉得很神奇的名字，就怎么可以 Luminous 又 Matte 呢？不确定它是否是限量，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喜欢可能要赶紧去买。我觉得很好看耶，就好像镜头上看着又稍微亮稍微浅了一点点，我自己肉眼看是稍微更玫瑰一点的一个颜色，我觉得很好看耶，就镜头上好了，就是镜头上稍微亮粉了一丢丢。那我接下来试这个，我也是刚刚在阿姆斯特丹买的，欧洲一直没有这个 Charlotte Tilbury 的专柜，然后阿姆斯特丹那个就是最大最高端的那个百货商场里新开了一个 Charlotte Tilbury 的专柜，反正柜姐跟我说那个是欧洲的第一家，当然应该是除了英国，反正柜姐跟我说是欧洲第一个专柜。那我就赶紧买了我特别想买的这个 Matte Revolution 这个系列的三个颜色。其实我之前还有一只那个，哎呀妈呀，那个颜色叫什么 Amazing Grace 吗？还是什么什么 Grace 的 Amazing Grace 吧，突然间脑子短路忘掉了那个颜色。那只当时我是在 Beautylish 上面下单的，但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想买这些颜色，但因为 Beautylish 上面经常断货，我就只买到了那一只。这次呢就买了特别火的 Bond Girl Walk of Shame， 然后还有一只不是特别火的这个 Birkin Brown。 我先赶紧来试特别火的Bond Girl 和 Walk of Shame 吧。我觉得 Charlotte Tilbury 家的包装真的是好，好的，就基本上我已经知道它会好看了。我觉得它其实挺像那个 Dolce Vita 的那个路线，就是有点红有点粉，但是又很有气质的一个颜色。好吧，我觉得它还是比 Dolce Vita 要深一点点吧，但我觉得在嘴上就整个它的就涂出来它那个气质的那个路线是跟 Dolce Vita 差不多，而且它这个系列真的很舒服，一点都不干，就看上去还是非常的哑光，但是真的不干。总之我是真的还蛮喜欢 Charlotte Tilbury 这个 Matte Revolution 这个。那紧接着就来看这个 Walk of Shame， 这个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已经想买很久了。我怎么自己觉得这两只在我嘴上差别并不大呢？这里起了一个包，嘴角这里无视它，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两只在我嘴上看起来差不多的颜色，就 Walk of Shame 试色试出来还更亮一点。哎，我一直以为是 Bond Girl 更浅一点，结果我现在手上试色是这个 Walk of Shame 感觉更亮一点，在我嘴上我自己看起来好像没太大的差别。反正这两只我要是没买任何一只，我都会后悔到我一定会想去买另外一只的。哎，但我觉得这个 Walk of Shame 和我今天这个眼影很配，有没有？跟这个 Tom Ford 02特别配。这个 Birkin Brown 你这一支涂出来肯定是能看出区别的。好的，刚才相机停了，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角度有没有改变，反正没关系了。然后这个是这个 Birkin Brown， 就明显的棕很多，就是一个非常棕的一个颜色，非常好看，就也不会过于深了，就它不会过于显色，然后感觉也和这个眼影非常的搭。这就是 Charlotte Tilbury 这三支，这个 Bond Girl Walk of Shame 还有
Birkin Brown， 觉得我是不是买了一个假 Walker， 我好像要快一点了，我觉得太阳又要下山了，还剩下好多只。首先赶紧来说这个 Kat Von D， 就你们知道有两只是我在哥本哈根买的吗？就是这个 Lolita 的唇膏和 Lolita 2的这个唇釉，因为我之前已经买过 Lolita 的唇釉，我还在淘宝上买了 Lolita 2和 Double Dare 吧，就他们新出了一个限量的套装，银色那个包装嘛。但是那一套在家，然后我还没有用过。Lolita 的唇釉我是用过，我还蛮喜欢的。然后那次我说过我在店里试，觉得这个 Cathedral 这个颜色很好看。从哥本哈根回来之后，法国的丝芙兰就上了 Kat Von D。这两只是在哥本哈根买的，结果我一回来法国就上了，就有这个 Kat Von D 了，我就买了这个 Cathedral。先来试这个 Lolita 的这个唇膏吧，它的包装是这样子，就是好像很多铆钉。然后这个上面有它的这个 Kat Von D 的 logo， 然后拔开来是这样，这个唇膏比Lolita 唇釉日常太多了。 Lolita 唇釉真的是一个比较重，然后稍微有点发灰的一个颜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真的是一个蛮重口的一个颜色。但这个唇膏真的是一个还挺日常的一个玫瑰色，它这样子感觉会稍微有一点点黏，就比起刚才那个 Charlotte Tilbury 的那个哑光唇膏，这样抿的时候感觉稍微有一点点黏。那这支 Cathedral哦，看起来就是比那个要深很多的一个颜色。那这支 Cathedral 呢，是明显比刚才那支 Lolita 要暗很多的一个颜色，然后稍微有一点偏紫，就是一个比较沉一点的一个色号。那剩下呢，这个 Lolita 2 这个唇釉，我觉得它好像它看上去是比 Lolita 要发橘很多。好的，那这就是这个 Lolita 2这个唇釉。哦，我觉得手背上这个试色非常非常准了，在我脸上我老是觉得稍微偏粉了一点点。那我想说 Kat Von D 这个唇釉的质地我其实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我觉得这个评价还蛮两极的。这个这样子抿是会稍微有点黏的，就这种我就比较不建议去抿它，因为它很有可能会黏掉，就会变得不均匀。但它这个算是轻薄的，就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就反正我觉得你要是喜欢哑光唇釉的话，这个你应该是会喜欢的。但你要是不喜欢，就你如果普遍觉得哑光唇釉太干，那这个你估计也会觉得干。就剩下四支唇釉没有说，是这个阿玛尼的小胖丁加上两支这个 Burberry 新出的哑光唇釉，这两个系列我都非常期待。这个小胖丁其实已经出来一阵子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买，因为之前我想买的色号老是断货，就刚出的时候嘛特别火就老是断货。前阵子有货我就把自己想买的这两个色号买了，一只是506，一只是600。那我就先来试506，我都没有试过这个小胖丁的质地。得的这个是506，它的质地感觉非常的水耶，就我原来以为它是会稍微有一点点黏的那种质地，但它是非常非常的水的一个质地。我觉得这样看不太出来，但是涂在嘴上你这样一抿，感觉很轻很透，就是很水水的那种感觉。总之这一支506是稍微偏粉一点的一个玫瑰色。好，那再来就是试这支600号，是一个比较深比较发紫的一个颜色。好
的这个600号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我本来有点怕它太重了，但这个质地真的还蛮惊喜的，就是它上出来真的是还挺薄透的一个质地。我一直听别人说就这个小胖丁比较裂状，就比较就是比较怎么说液态状一点，我一直想着它会是那种就是很干，就你知道上上去很液体，然后立马干到非常非常干的那种。我觉得就好像 Colourpop 的那个 Ultra Matte 就有一点，就它蛮液状的，但是上上去就非常非常的干。然后我以为这个小胖丁会是那种质地，就是会干到，就是会干到你觉得怎么说，就水分会立刻蒸发掉的那种。哎，我觉得这个质地还蛮惊喜的，我前面一直觉得我应该会讨厌这个质地，但是我现在试了，它的质地确实是很不错。好的，那最后就剩下我自己最最最最期待的个 Burberry 新出的 Liquid Lip Velvet 的这个哑光唇釉。我买的色号是05号这个 Balm 和53号 Oxblood。 我现在就赶紧来试，因为太阳真的要下山了。这个包装的质感真的是，好的，那这个是这个05 Found 还是 Found， 总之它的质地是比较厚重的，就是哎呀太丑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觉出来，这个质地是比较的浓稠的 cream 状的，就它有点像阿玛尼的红管，但是比红管要更干，就流动性更低一点。我觉得这个05号在我嘴上好土啊，但是我试出来其实是有一点红的，那在我嘴上怎么那么的不红呢？就非常非常裸的一个土色，好矛盾。其实我期待它会更红一点，就我觉得我手上这个试色非常非常好看，为什么在我嘴上总是觉得不太一样呢？好的，那最后的最后，我终于轮到这个 Oxblood。 好，我现在是薄涂，我发现这个质地用手指去推非常的好推，就很匀，感觉比他自己的这个 Dove 要好用。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画咬唇妆的话，这个系列真的可以考虑。那我毕竟是冲着这个牛血色买的，所以我要再上一层，就上的比较重一点。那觉得他自己的这个刷子感觉吃不上力，然后感觉他占到的产品也很少。好，那这就是这个真正的牛血色，哇好喜欢，我好喜欢，就又是那种一涂了让人觉得很兴奋的一个颜色，非常非常重口的一个颜色。我试的有点丑，就不要太介意。这个质地在嘴上感觉真的和阿玛尼的红管比较像，就是比较 cream 的那种质地，就在嘴上不会很拔干的那种质地，但是它涂出来是比阿玛尼红管感觉要更干，但它在嘴上的那个使用感是跟那个红管差不多的。我的相机刚才又停了，所以呢我就想顺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质地，就我刚才又涂了一下这个 Lolita 2在手上，就你看它非常快的已经干到完全没有光泽了。那这两个呢是这个小胖丁嘛，就是小胖丁摸起来还是稍微有一丢丢润感吧，就你看还能这样子稍微推开一点。然后这两个 Burberry 的呢就明显还是比较 cream 状的一个质地，就是你看还有光泽。那这个 Lolita 2呢就是已经完全非常非常 matte 的一个感觉。好的，那这就是我今天这14支唇膏的试色，希望你看得过瘾。我这个视频拍了2个多小时，就外面真的已经要天黑了，就已经是夕阳快要下山了。好的，那我就不再说废话啦，希望你喜欢这个唇膏试色的视频，拜拜。